h o everybody！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们敲完许久的球星介绍系列又来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球星一定相当陌生，可能只有球龄长的球友听过。就是台湾高尔夫国宝谢敏南老师。谢敏南，一九四零年出生，现年八十二岁，身高一百七十五公分。 日巡累计十一胜，亚巡五胜，其他十四胜。谢敏南出生于台湾日治时期，在艰困的时代及农家背景下，因住家于老淡水球场地境之里而接触到高尔夫。谢敏南出生于淡水沙伦里大庄的一户农家，在艰困的年代，台湾的农家却总是生养众多，为的是多些能帮忙农事的人力。 谢敏南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四个妹妹。一家有七个孩子的农家，所以家长对农务的关心多于孩子们的教育，因此孩子们常为帮忙农事而耽误了学业。谢敏南住在淡水球场附近，在没有穿鞋的年代。 都得打着赤脚从家里穿过球场几个洞，走个四十分钟才能到淡水国小上课。除了帮忙家里的农务，谢敏南就像其他住在淡水球场周边的农家小孩一样，一到假日就到球场当赶地赚钱贴补家用。他当赶地师淡水球场只有九个洞，一场球可以赚十到十五元，客人会打两次。 就是八个洞，十元可以让四个小孩玩一个晚上；看电影一元，吃碗面也是一元。现在一千元都不够花。谢敏南当赶地赚钱，除了可以贴补家用，偶尔犒赏自己之外，更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这在当时只有超级权贵才能享有的休闲运动，号称贵族的运动。 高尔夫背着球袋的他，看着客人挥杆的模样，就跟一群赶地想办法利用竹子当球杆，用硬巴乐代替球，在清晨或借着月光和下雨天练习。月黑风高、天气恶劣的日子，避过管理者的眼目，偷偷的在球场学着客人有模有样地打起高尔夫。 他们有时在 OB 区捡到高尔夫球，有如获至宝一样珍惜。虽然球已被打得面目全非，却舍不得丢。上上油漆后，在小心的使用。有一天，一群赶地捡到一支斑驳黑球的五号球杆，对他们而言，这简直是老天爷送给大家的礼物。每个孩子都很宝贝的轮流使用。根据谢明南表示，当时一颗高尔夫球价值台币二十元。 是杆低一个月的薪水，在当时，如果你有一套球杆，就像拥有一部高级轿车一样的不容易。十三岁开始偷偷练球，他为了练习准确的裹领推杆，将棉被铺在地上充当草地练习推杆，就这样以一杆到底及棉被裹领的方式自我苦练。 但偌大的球场，仅在周末假日才看到一二十个客人来打球。在他幼小的眼光，仅看到眼前的淡水球场，看不见高尔夫的世界跟他的未来性。谢敏南担心，若继续待在球场，未来恐怕难有发展。十五岁的他，因此就离开高尔夫球场。隔年，淡水球场举办杆地杯的比赛，他心里那一份对高尔夫的眷恋。 再加上赢得球赛的人可以获得最期待的奖品——球杆。于是他又再回淡水球场参加比赛。他不仅赢得比赛，也从此与高尔夫结下不解之缘。当时球场正准备栽培一批选手参加艾森豪杯的比赛，健美男这个杆地冠军使他也赢得主办单位的青睐，入选为栽培选手。当时在淡水球场的场地委员会里，负责杆地管理的辜连松。 让谢敏男升职为管理，让他有稳定的收入，而且在周一打球客人较少的时候，可以在球场练球。就这样，天时地利再加上人和，谢敏男的高尔夫技术默默的与日增进，这颗台湾高尔夫耀眼的行星。 慢慢的升起。谢敏南和郭继雄同时入伍，虽然服务的军种是空军，但球场却是他们最重要的训练场和战场。伊富恩将军将谢敏南调至松山机场服役，上午练球，下午学英文和国际礼仪。谢敏南和郭继雄不仅有专属的练习球场，同时还享有飞行员的伙食。服役期间，在1962年参加国庆杯赛获亚军，得到伊富恩将军赠。 送一套 McGregor 球杆，这是他毕生所拥有的第一套完整的球杆，这让他感受到极大的鼓励。那时还发生一件事情，伊将军为了让他们增加临场经验，安排他们出国参加比赛。在戒严时期，均职在身的谢明南与国吉雄为了比赛，没有出国签证就贸然飞出国境，这算是非法出境，但因为有伊夫人将军的支持。 两人平安过关，满脑子高尔夫的谢敏男着实不了解自己的行为是相当危险的，差一点高尔夫尖兵变成触犯军法的逃兵。这场飞往琉球的比赛，谢敏男与郭吉雄果然也不负所望的捧回第二名及第三名的奖杯，为国争光。军中三年的训练。 谢敏南果然在日后渐渐展现。从一九六二年到日本参加第三届艾森豪杯比赛得第六名开始，直到一九六四年，共夺得八项国际赛个人冠军，两项亚军。业余时期最辉煌的记录是年：一九六四年参加罗马男子国际高尔夫艾森豪比赛，谢敏南击败了来自全世界的高手。 获得冠军，全队在团体赛中亦名列第六。退伍后，还得到当时亚洲水泥公司每个月新台币四千元经费赞助，这让他无后顾之忧，专心练球。谢敏南，一九六四年在罗马的男子国际高尔夫艾森豪杯。 击败了来自全世界的高手，获得冠军，这是华人社会高尔夫史上第一座冠军，也是唯一的一座世界业余个人冠军。当时回国的盛况，谢敏南还印象深刻。周志柔将军亲自到机场迎接这一支凯旋的队伍，在自己的家乡淡水，淡水镇长安排这些选手游街两次，沿路鞭炮声不断。同年，谢敏南也获得第二届国家十大杰出青年，因而有机会。 蒙总统赵建和先总统蒋中正合影，这在当时是很不得了的事。谢敏南的父亲将这一张合照高挂在客厅的正中央，让一进谢家门的亲朋好友都能分享这份荣誉，也因着这一次比赛的冠军，让谢敏南更有信心。 于隔年转入职业高尔夫选手。一九六五年，谢米南二十五岁，开始他职业选手的生涯，成为一名职业选手，迈向国际是必然之事。因饮食习惯、文化背景及地缘关系，谢米南选择转战东瀛。在一九六七年，谢米南二十七岁，获得同是高尔夫选手的小坂女士赏识及陈清波的支持，受聘于日本静冈县。 新招金球场担任球师，一句日语也不会说的他，仅带着一只皮箱、一套球杆和美金五百元，便赴日展开他成为职业高尔夫球员的新阶段。一九六八年到日本发展的隔年七月，谢敏南拿下了日本赛事当中最大比赛——日本关东公开赛的冠军，这一战成名。 在日本高球界造成极大的轰动，打响 Tony She 的名号。随着日本的经济起飞，每一年的高球赛的场次也不断增加。谢敏南曾有一年参加四十几场的赛事记录。一九六九年，谢敏南更拿下西日本巡回赛冠军。谢敏南除了是球场上的常胜军之外，亦深受日本的华侨界瞩目。一九六九年，与吕日红、星翁倩玉同得第二十六届日华杰出青年奖。 谢敏南在日本的事业如日逐步登天，月老也不敢闲着，悄悄地帮他牵起红线。他的认真与朴实早已看在许多前辈的眼里。经由旅日职业高尔夫名将陈清波帮他做媒，与高尔夫前辈陈清水的女儿陈静之于1971年订婚，隔年在东京结婚。 他们的婚礼在当时日本华侨界是一大盛事。一九七二年，谢米南以亚洲总亚军与获得英国皇家赛亚军的吕良焕双双获选代表国家参加在澳洲举办的第二十届世界杯职业高尔夫球锦标赛。两人在天后极度不佳、下大风、刮大雨、人都很难站立温的温劣情况下，夺得个人的冠军和团体的冠军。或许这就是来自于少年时担任感地的岁月中。 只能在下雨的日子才能偷偷练习时所磨练出来的潜力，让他们可以在四十三个国家选手中独占鳌头。谢敏南短距离铁杆与推杆的功力，令其他选手自叹不如。公称谢敏南为中国铁杆第一。这一个冠军让谢敏南不仅为台湾，也为亚洲争来面子。他的名声震惊国际，同时也因当年我国退出联合国。 国际地位深受影响，赢得球赛就如同战场上的胜利一般，用高尔夫为国家建立优质的外交关系。谢敏南包办这一场在澳洲墨尔本举办的 World Cups 个人及团体冠军，加上一九六四年在意大利罗马所拿下的业余的艾森豪杯个人冠军，让他得以和美国传奇名将金雄。 Jack n i c h o l a s 齐名，他们是世界上唯二同时拥有职业及业余世界杯冠军的选手。但谢敏南说，在一连串国际大赛中，最大的收获不在奖金，而是当主办单位升起国旗的感动。有时都会看到在场观赛的华侨落泪。再者，能与世界高手较量。 更可以增强他的信心。获得业余与职业双料冠军后，谢敏南继续在日本高尔夫场上发威。但在1980年间，谢敏南因着运动伤害，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没办法比赛。在接受复健治疗的同时，不禁也思考自己也年近四十，深感体力开始走下坡。对运动选手而言，因岁月而造成体能下降。 应当是无法避免残酷的现实。谢米南因自己身体的状况改变，产生危机意识而勤练体能，体能增加也提升他的球技，这在球场上的表现是不争的事实。一九八二年，谢米南四十二岁，他也自认为已不算年轻，因持续的体能训练，却还能缔造三一二奇迹。所谓三一二。 就是三项比赛连续十二天，三个冠军，这是被列入今世世界纪录。这三场比赛，第一场是十月七号到十号的日本东海公开赛，以两百七十四杆成绩赢得冠军。接着在十月十五到十八的高尔夫文摘公开赛，以低于标准杆十四杆的两百七十四杆赢得冠军。十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石桥公开赛中。 本来谢敏男一路领先，但却被日本强手追成平手。最后幸好在延长赛中击败新井规矩，赢得冠军。这让成绩沉积于半年之久的谢敏男，总比赛奖金从排名十多名外迅速晋升到第七名。这惊人的成绩撼动日本，连美国名将尼克劳斯。 获悉此事，还特地写信道贺。谢敏南在三十九到四十岁之间，接受日本田中教授的高尔夫体能训练，发球可以比以往多二十码。本来要拿五号杆，变成拿七号、八号杆。谢敏南在一九八二年获得三一二的成绩之后，深深感受体能训练对技术提升的重要。再者， 也看到体能训练的风气已渐渐在日本高尔夫界盛行，所以他愿意自一九八三年起，将自己的奖金抽出两趴聘请日本教授到台湾指导球员做体能训练。但因打高尔夫，从表面上看来，竟是慢慢走路。 之后站稳回杆，不似其他运动必须抛得气喘呼呼，所以很多人都误认高尔夫运动与体能训练并没有多大关系，倒不如将时间用来多回击感的练习来的实际。然谢敏南愿意多次自掏腰包，苦口婆心的劝选手来跟田中教授学体能训练。谢敏南带着坚毅眼神说出这段话：“让我认为对的，我就会坚持。” 我知道将来会成功，可惜他的远见在当时并不被重视，甚至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和力气。但他自己仍坚持每天做体能训练。谢敏南接受日本的体能训练后，不仅让他在日本创下三场比赛十二回合中全部保持领先的三一二，高尔夫球界奇迹之外，日后也比同辈的球员有较佳的体能。 谢敏南在日本比赛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因其奖金累积达到三亿日元，获得日本高尔夫界颁赠的十年参赛资格的荣耀。当时获得这项荣耀在亚洲地区只有九人，而谢敏南是我国第一位获得此项荣耀之人。在一九八二年，谢敏南在日本比赛所获得的奖金。 曾高达四千五百六十一万日元，仅次于日本名将中岛与青木公之后，是当年在日本赢得最多奖金的外国选手。对谢敏南而言，拿到冠军。 才是真正的赢家。从职业选手转为常青选手，他的技术可能还优于刚满五十的长春选手，甚至开球距离和成绩不输给年轻的职业选手。自一九六五年二十五岁转入职业选手，至二零一三年已夺得六十八座冠军。五十岁后转入常青组。 也获得三十四座冠军，这种退而不休、响应的感觉，让他随时充满活力的准备下一场球赛。自二十六岁前往日本发展，逐步的建造属于自己的高尔夫王国。虽然人在日本，但人心在国内。如果不定期捐献比赛奖金，在一九八三年期。 多年更自费邀请田中教授指导国内选手体能训练之外，主办赛事、担任 PGA 的理事长以及担任亚运的总教练等等，努力于各项推展高尔夫的活动。虽然谢明南主要比赛场地在日本，但他不忘耕耘台湾的高滩比如在1983年期连续六年自费创办马格利杯业余高尔夫赛，以回馈社会，倡导国内高尔夫风气。 同时，也借着他的名气，邀请国际名将到台湾比赛，以提高台湾高滩的知名度。谢敏南领队参加1996年在桃园龟山乡长庚高尔夫球场举办的第一届海峡两岸职业高尔夫赛，连续七次参加该赛，场场告捷，也间接促进大陆高尔夫运动的发展。另外，仿效美欧间的莱德杯对抗赛的王朝杯比赛，由亚洲职业高尔夫球协会和日本高尔夫巡回赛。 组织联合举办是亚洲最高级别的职业高尔夫对抗赛。谢敏南担任2003年第一届及2005年第二届的领队，连续两届都赢得比赛冠军。谢敏南看着当时被队员抬起、笑着高举奖杯的照片，说：“第一届赢日本，或许因为日本轻敌；但第二届又赢他们。” 那代表我们真的有实力。那时日本是青木工领队哦，真不好意思，赢了前辈。台湾高尔夫的实力曾经雄霸亚洲，但渐渐被后起之秀如大陆、南韩等国只敢追上，甚至超越。台湾高尔夫选手渐出现断层，这也是让谢敏南积极想改善台湾高尔夫环境及栽培新秀的原因。谢敏南也极力于提升台湾的高球环境。 在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六年间，担任中华职业高尔夫协会理事长。高尔夫在一九九零年列入亚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曾经是高尔夫王国的台湾，居然在北京的亚运会上几乎敬陪末座。高尔夫在台湾已发展三十几年，却惨败给中国大陆刚成军两三年的球队。台湾高尔夫协会决定邀请谢明南担任一九九四年亚运团长及总教练。 接到这个讯息的谢敏南认为自己能有今日的成就，是当年周志柔将军及伊夫恩将军所栽培的。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他便不计酬劳，全心投入，希望能贡献个人的所学及经验，以重振台湾在国际高球地位。谢敏南担任总教练期间，也是秉持对的事就要去做的原则，积极提出各项建言，为了让选手能适应各种天候。 他建议将训练地点从左训中心改到多余的淡水球场，并且经费不聘跟选手由于严格和且体型与打法不同的外籍教练。果真，这些小将们在广岛亚运由黄玉珍等人拿回两金一银一同成绩，创下台湾参加亚运以来最好的成绩。四年后，一九九八年曼谷亚运，于、呃、小娟等人也赢回。 两金一银。谢敏南担任总教练的期间，比赛的成绩是历年来亚运最佳的成绩。但他的贡献不只是成绩，他还很有远见的将选手的技术分为三级，以方便规划长远的训练。他还将亚运队总教练时所收到的薪资全数捐给年轻的选手当成奖金。担任亚运总教练的期间，一九九一年，谢敏南参加第六届三商名人赛。 而且是该赛事有史以来第一位从第一天就以最高龄、最低杆的成绩打败了青壮组，拿下冠军，满足一下自己想赢的感觉。那谢敏南拿下生涯第五十座冠军师，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原想办宴帮他庆祝，但谢敏南认为把钱拿来办比赛更有意义，于是催生了富邦长春公开赛。 最后，蔡明忠开玩笑说：“后、哦、来早知道办桌就好了，办比赛更花钱。”富邦欧巡长春公开赛，谢敏男不仅一手催生台湾长春职业高尔夫协会，并把富邦长春赛推向世界舞台。自二零一一年开始，富邦欧巡长春赛首度在台举行，是欧巡长春赛在亚洲的唯一一站。 也是台湾史上最高奖金之长春高尔夫赛冠军球员可赢得奖金八万一千美元。高尔奖金吸引各国豪手来台比赛，如泰国高球之父兰吉、日本仓本昌宏等人与国内高手切磋球技。而且，运动彩券也对这个比赛开放快制裁」的玩法，以增加民众对高尔夫参与热度。谢敏南认为，高尔夫要打得好，选手的抗压能力要高。 不能紧张，如何稳住情绪，挥出正确的一杆是制胜的关键。这当然要靠平常的练习和累积比赛的经验，以培养抗压能力。有一次在基金会上谈及这项观点，获得与会人士的赞同。而有了攻击带小级的比赛发展，希望磨练青少年选手能有一颗强而有力、可以抗压的心脏。 所以，谢敏南基金会与大屯高尔夫球场合作举办公鸡带小鸡、老少混合式的比赛，为台湾的高谈培育更多青少年选手。高尔夫在台湾自一九六五年就发展为职业运动，是台湾最早的职业运动。谢敏南在高尔夫的成就及对台湾高尔夫界的奉献，在他六十六岁那年获颁终身成就奖，这是第一次高尔夫选手获得终身成就奖。 谢敏南个人感到非常荣幸。他在得奖的典礼上说：“台湾高尔夫在一九七零和九零年代称霸东南亚，全世界都排名在前五名内。希望未来在老淡水球场能成立一个高尔夫博物馆，纪念当时的高尔夫王国。”谢敏南向来认为对的事情，他都会坚持的做，而且每天都在做，因为他期待能看到他年轻时代台湾高尔夫的荣景再现。 今天我们球星介绍一遍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是你们的 k 本教练，下集见。